你们的才艺展示现在开始啊！小薇，要么你去做丝巾。丝巾是啥？我怎么没懂？你搁哪儿呢？这儿呢，把颜色弄上去。对，然后一会儿丝巾放在上面。哎，这太多了！哎，好，别停，停，不要！我觉得这就很好。 原来妈妈的丝巾这么出来的。福建一般过年的时候会吃一道菜，叫做姜母鸭。就我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做的，反正我知道它很好吃。姜母鸭是不是一定要用母鸭子？平时不会做菜，只会点外卖。平时不会做菜，只会点外卖。哎，还挺押韵的，押韵，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。 就五彩缤纷吧，耶！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游戏冲天，好。